我是王小弟，我没有办法说表演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表演可以穿越时空，尽其在我。国家文艺奖得主王小弟与八位金马金钟导演合作开办表演教室 Q Place， 告诉你好演员不可取代的特质。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演员啊、明星啊过很浪漫的生活，其实好演员要非常自律，然后很用功。后来你这样出来的时候，就这样，在这么多的故事当中，常常感动我的反而是很多平凡的人。平凡的人，我却常常看到很伟大的这个生命力量。执导无数优质作品，导演王小弟这次要陪伴台湾优秀演员，一同以戏剧表演为终身志业。每周一至五，锁定 UDN TV， 以享世界。